现届港姐林玉慧的爸爸林俊贤被前妻 Jasmine 控诉多年被暴力对待，更爆出多年后重遇阿女林玉慧第一件事是验 DNA， 之后男方不禁被唱衰，在微博反驳前妻的指控。今日林玉慧出席公开活动就首次回应事件。我都未有找到爸爸，因为我都想他们两个各自各冷静，我自己都不想介入他们上一代的事。我相不相信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我当时那么小，年纪那么轻，其实什么记忆都没有，所以他其实的真相是真定不真，其实对我都没什么影响。又说要 DNA， 我是有验的，咁係咯，咁驗咗係佢個女咯，都無可否認啦。其實佢要求你驗啊，定係你自己主動驗？我唔會主動驗啦，因為嗰陣時太年紀太輕啦，十五歲啱啱先見翻，咁我都唔知係去做乜嘢，就好似而家做檢測咁樣，其實好簡單嘅步驟，所以都冇所謂啦，驗到仲好啦。咁確實係佢個女，其實都唔使驗啦，咁似樣係咪先？爸爸嘅聲明上邊話冇驗到嘛，即係佢講大話。唔係，可能佢忘記咗啦，人老咗。